会儿还听他这儿。是个后啊！啊，我们这个一个车有三吨多重，三吨半重，现在重了没有？这管子都十一，这管子都十一个后。拿手指弄就行了。反正它长了就其实差不多。这个易安方向盘。嗯。这个是自动点火。嗯。这是高低速。嗯。这是升降高低速。嗯，高低档高低速，这个是快放阀，这个是变档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管升降的，嗯，这是我们改了偏方向，这个脚踏油门这一套。哦。嗯。左边这是离合。这离合那个刹车。刹车油门。对，油门。OK。这个基本上给工程车它的操作，磨车。哦，那都是电瓶。